啊，阿弥陀佛，啊，陈校长，啊，诸位，啊，老师，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们，啊，从，啊，老师们，写的心得啊，可以感觉大家的学习啊都很积极，而学习啊，老法师说道啊，从古至今，修学有成就的人呢，都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啊，就像孔子说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啊，这个如之何就是该怎么办。哎，他遇到事有一个态度，主动去解决问题。啊，就像我们修学主动去突破自己的瓶颈，因为啊，学如逆水行舟啊，不是进就是往退了。那我们从老人家他的行持啊，看得出来，老人家都是迎难而上啊。可谓啊，见义勇为啊！啊，举个例子啊，老人家在联合国发表专题报告啊，尤其是在讨论怎么促进世界安定和平啊，要有方法。那老人家把方法讲了，其实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五伦八德啊。问题啊，好像很多。从相上看呢，好像很复杂。从根本上看呢，就是人忘了怎么做人了，怎么用心呢？有一个词啊，叫忘八。这个我们现在不了解本来的用意了，现在变成骂人了。其实以前是什么？提醒人呢，很含蓄啊，啊，别忘了八德了，叫忘八。你看人很厚道啊，不直接讲他的问题啊，啊，就提醒他别忘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哎，大家不要小看这八个字哦。所有的问题，只要人的心念啊，就是不管他的身心、家庭或者团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只要人的心念回到这八个字来，问题就慢慢解决了。假如有孝悌的心，家庭的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假如有忠信，那企业团体的问题啊，很多也都化解了。现在很多诚信问题啊，啊，跳槽啊，有忠有信，这问题化解了。啊，礼义廉耻啊，整个
为官者啊，有影响力的人都懂得礼义廉耻，那就带动社会走上正轨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彰，国乃复兴，四维不彰，国乃灭亡。那管仲是相当有成就的政治家。那诸位老师们，管仲我们要不要学习啊？哦，管仲很善于啊，遇到危机的时候啊，把它变成转机哦。所以老师们在遇到学生犯错的时候，假如老师用对心了，自己受益了。假如当场哇脾气上来了，那自己火烧功德林啊。所以无量寿经说，主功德是福田啊。其实这两句话呢，已经点出了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菩萨的六度啊。主功德，功德戒定慧才有功德。假如我们一生气了，哇，戒定慧没了。那功德为什么用功德零呢？因为功德不好储存呢。像森林，你要形成一片森林，那没有个20年的功夫啊，它长不成了，要慢慢积累，慢慢积累啊！要成就功德林不容易，要把功德林毁掉啊，就发个脾气，就像一把火就把它烧了。所以功德不容易储存，福德啊比较容易储存，但是功德才能出轮回哦，福德出不了轮回哦。哎，这是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知道有六道轮回的佛弟子们呢，必须很慎重对待的问题。所以六祖大师说，生死大事，福不能救啊。当一个帝王，一个大富大贵的人，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富可敌国的企业家，当无常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一点都做不了主啊，所以解决不了生死问题，解决不了轮回的问题。所以六祖大师这句话很恳切啊，提醒我们了，修再大的福报啊，出不了轮回的，得要修功德啊。在哪里修啊？就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们都用六度，都用普贤十愿呢，都是功德啊！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应酬是功德，因为都用对心呢。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件事不是功德啊！所以老法师特别强调，会吗？我们得要会修啊！我们得要用对心，所以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探讨我们怎么用对心，我们怎么用真心。
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更不能被贪嗔痴慢疑给障碍住了。所以《金刚经》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啊，所以这个忍辱啊，对治嗔恚啊，不然一发脾气，功德全部烧掉了。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首先得要降伏嗔恚心呢。那是福田，福田大分三种，恩田、悲田、敬田。我们的孩子真正明白福田心根呢，他自己啊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了，要给自己积累福分呢。所以讲明白很重要啊。假如我们不讲明白，像我自己求学的过程，感觉到一种竞争的氛围，那看到同学考得比我高，我的嫉妒心就上来了，看到别人考得比我低，我幸灾乐祸的心就上来了，那就变成一个没有福报的人了。看到同学考得比我低，悲田，我去帮助他。看到别人考得比我好，我去请教他，恭敬人家的成就。这个心随时都在积累福报。所以我们当家长的人有很多烦恼。人之所以有烦恼都是因为不明白道理。明理了，理得心安了。那像我们从事教育工作，我们也有很多担忧。不是为自己担忧，很多是为了孩子担忧。那担忧不如给他个祝福不如给他念佛回向不如让他明理再来，有时候担忧在哪里？我的方法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担忧是在这里这种担忧是很有责任心的老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比方有老师问到了那教师以最大的爱心耐心来陪伴孩子成长，然在此同时一知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那么在宽严松紧之间，宜如何拿捏分寸或持守原则，方能更利益于教学呢？我们都知道要宽猛相济要恩威并施那这个分寸要抓在哪？那佛法有一句话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只要我们把心用对了，就不会偏差在哪里了。比方大学说，如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重亦不远矣。我们完全真诚去做里面呢没有自己的得失，
没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哎，也没有成见，没有是非对错在里面，其实还是这颗心呢。所以其实老法师啊，都把纲领告诉我们了。啊，他老人家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啊，谈到了五心五行，啊，五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五行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誓愿。其实佛所讲的经教啊，从理上讲，就是指导我们恢复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指导孩子，但是更根本的是护好自己的心。哎，我的心都没有受到得失啊，人我啊，没有情绪啊，没有感情用事，那不会偏到哪里去。而且随着我们在指导学生呢，我们的阅历会越来越丰富，越处理啊越纯熟。哎，什么时候可以纯熟呢？因人而异。很用心的老师，可能他教一两年呢，就比人家教三十年有经验。对，自诚感通哦，真诚心学的时候很短就掌握住了。假如利益学生的心不够切，有时候我们摸索了一二十年还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还是心是根本。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感受，当我们的心不受到这一些烦恼的干扰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有灵感出来。那像承德我的性格相对温和，相对温和。哎，那我要不要在一些重要时机现怒目金刚像呢？大家觉得需不需要？所以啊，承德最近在参不恶法门，这个怒目金刚跟慈眉善目啊，是一不是二。大家一听啊，晕了，哎，怎么会一样呢？从外表上看差别很大，哎，从根本上啊，都要从利益学生的心出去，他就平等了。假如不是从利益学生呢？怒目金刚变成发脾气的，那不对了，那造业了，那火烧功德林了，那只会造成同学说我的老师很凶，脾气很大，那这个我们就有留弊了。所以佛法的学习啊，让我们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处修，然后看事情啊，也不容易看在表面，要看在根本处。那很多祖先的教诲都是提醒我们用心呢，要在中道上。比方说宽厚者
勿使人有所事。我们很容易包容人，很宽厚，可不要让学生有恃无恐啊！反正老师又不会责怪，老师也不骂我，他就比较放肆了啊！所以当老师也有威严哦。但是这个威严可不是因为强势出来的，哎呦，道德之威，我们处处以身作则，本身就会给孩子一种威严。我自己是很有感触啊，像我的父亲很少说指责我们，没有到很过分的，他不会骂人的，而且每一次批评啊，也都会讲清楚我的错在哪，不是说情绪起来，不是的。可是平常的时候呢，只要我父亲在了，这个我们三个孩子都挺乖的，所以一个家，都得要有黑脸白脸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又着在文字上啊，威就是要很凶，那这个是解错了啊。所以宽厚者勿使人有所事，精明者，你很精明啊，明察秋毫啊。你看每个人的性情不一样啊，有些人比较大而化之啊，有些人很精明啊，但是都不在中道，要慢慢调到中道。那精明者不要造成人家一看到你啊就紧张兮兮的，看到你的眼睛他就全身不自在，因为你特别苛刻，那这样又有点过了。好，这都是啊古人处世的哲学。所以佛法的中道在哪？就在生活、工作、处世、待人接物。更具体的讲，真诚是中道，亲近是中道，平等是中道，正觉是中道，慈悲是中道啊。但是这个慈悲不会造成多祸害哦，这个方便不会出下流哦。那我们老师们呢，每一天在教学的时候啊，我想境界不少啊，但是不要紧张哦，也要信任自己啊。我记得我第三年教书啊，遇到了四大天王啊，当时候呢，我每一次要去上班呢，我就想，哎呀，他们不知道今天要给我出什么招了啊。结果有一天班上一个很老实的孩子，很木讷，就到我讲桌旁，没说话，就看看我在做什么。其实老师自己的心很稳定啊，对学生就是一种稳定的力量。我们每天很浮躁啊，也会影响小孩。而且我们心一稳定了，很多机会点你就观察到了，你就会顺势而为啊。我们心不稳定，好多机会点出现我们可能都看不到了。那机会没掌握住啊，
很可能孩子，哎，他心态错了，行为错了，没有得到适时的指导，就可惜了。哦，所以我们当老师调心的功夫很够啊，啊，走进校门了，家里的事要先放下，不然心啊定不下来了。走出校门回到家里了，学校的事要放下，都是要练放下的功夫啊。那这个孩子突然呢笑着跟我说，说老师啊，你来了之后啊，我们这几个同学变乖了。我听到他们在说啊，他们每天来上学就说，哎呀，很怕老师不知道今天要出什么招了。哦，他们每天也很害怕。哎呀，我一听，难怪我们小时候看布袋戏的时候啊，大家都还记得吧。哦，你看两个高手，互相站在那里站了半天。大家知不知道最后结果谁胜谁负啊？那个定得住的人一定是胜利的。哦，谁先出招了谁输了。一个人心先动了，他的破绽就出来了。他有妄想分别执着了。那我们很定，很真诚啊，感通啊，孩子起了什么念头啊，你很容易感觉到他偏在哪，你容易看得出来。哦，所以当老师的人有时候慢慢慢慢可以练出来，学生一问你问题，你可以知道他的心，你就可以针对他的心态去回答。哎，回答问题可没有固定了，因人而异啊。那这也是《礼记学记》教的，知其心，然后可以就其事。好，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老法师给我们表演了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都是主动去突破。因为当时候陈德也觉得这老人家诚心利益众生呢，所以因缘就安排他老人家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参加这些合并会议，也就有机会跟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哎，确实讲得很清楚，我们老祖宗五千年教育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成效都告诉他们了。内容不外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对呀，我们刚刚分析了一下，人心只要回到这八德了，慢慢这些问题都化解了。哎，结果讲完之后，这些专家学者跟老人家说，你讲得很好啊，是理想啊，做不到。那当下老人家的态度啊，就是我们的学处了。我们一般的人容易怎么样？气馁了。哎呀，没有人家支持了。啊，好沮丧哦。哎，当老师的不能沮丧哦。因为我们的学生以后要面对很多挑战啊。
我们也要把勇于面对问题的态度啊，在身教当中啊传给学生呢。啊，所以刚刚孔子说的“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人的念头啊，会感召我。啊，我们沮丧了，我们退缩了，就兵败如山倒了。啊，甚至于很多这罗刹恶鬼啊，看到我们消极了，他就是来障碍孩子们成圣成贤的。啊，我们一消极了，他们全来了，让你越来越沮丧啊。我说一念都是感召哦。假如你一念积极勇猛，佛菩萨就加持了，哎，马上灵感就出来了。在《太上感应篇》汇编有一个公案，可以让我们体会一个念头的差别非常大。有一个人，他在朋友很困难的时候尽心尽力帮助他，结果这个朋友啊，哎，现在没那么困难了，也不还他钱了，他就很生气啊，气到啊拿着刀啊要去找他朋友，我非给他个教训不可啊。走啊走啊，还经过了一个道场，里面有修行很高的人，他经过了，结果到了这个朋友家，他气冲冲的，看到里面他的父母，他的小孩，他一看到啊，人家有父母有小孩啊，他的心就软了，算了算了。不跟他计较了，他又走回去了。结果又走过呢这个道场，有一个修行很高的人呢就出来了，就跟他说：“哎，你刚刚是去做什么？”他就把这个过程呢告诉这一位道人，这个道人就跟他说啊。你刚刚从我这里第一次走过去啊，你身边呢、全是恶鬼罗刹啊，而当你走回来的时候啊，你身边都是天神啊，在护佑你啊，就是个念头，差别很大啊。所以诸位同道啊，我们一念呢。可以感诸佛如来龙天善神加持哦。进修捷要第31拜一心观理尽虚空遍法界常住三宝十方护法菩萨金刚梵天龙神圣贤等众这一拜啊陈德很有信心呢、因为老法师说一念遍虚空法界尤其我们又读过无量寿经我们一个念头清净海会众菩萨都知道我们是为了成就学生哪有清净海会众菩萨不加持我们的道理呢所以其实啊，我们当老师也可以越当越简单，越当越轻松就像老法师慈悲啊教导承德的，佛菩萨祖先承担了你把心用对就好了。一句法语有多大的力量啊？陈德觉得太大了。
从真正接受这一句话开始了，我的肩膀比较放松了，人家帮我推拿也比较不用费那么大劲了。好，那我们看到老人家遇到专家学者说是理想做不到，师父马上体会到了，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环境，不是经济啊、粮食这些问题，最大的是信心危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所有的问题都是人心的问题，连天灾都是人心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得懂了。上书说，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我们有同学，他们现在在学《礼记》啊，《礼记》里面有月令啊，所以以前当皇帝的人，他要以道治天下，他要随顺自然法则。今天他夏天颁布的政令是错误的，大自然就会有异象在秋天出现的。所以古人很相信啊，天人合一啊。啊，为什么以前的皇帝一遇到哇，好几个省干旱了，他肯到天坛去祈雨，然后忏悔自己？因为老百姓是他教化的。会有这么大的灾难，当然自己有责任了。万方有罪，罪在正宫。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团体也是这样。有出现什么人事问题，我们主事的人也要反思啊。有可能是自己的一念心造成了这个结果。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位置越高，影响面越大，这一念产生的影响越大。所以经典里面提醒我们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行下效。我们上位的人有偏心的话那底下的人偏得更厉害了。我们上位的人喜欢什么，下面的人可能比我们更严重啊。所以经典里面说楚王好细腰啊。楚王喜欢腰很细的女子啊，国中就有很多女子饿死了。他一个领导者，这个心态马上反映在底下的人身上了。所以所有的问题都离不开人心。那老人家洞察到最大的危机是信心，因为没有信心他就不肯学经典了，不肯学他就不明白五伦八德，他就会造业了。所以解决问题得要看到根本。所以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老人家明白，所以他讲经没有中断，讲了60多年了。老人家讲得很圆满，
他表演的也很圆满，不疲不厌，把师道展现给我们了。啊，我们有这么好的老师，也是我们的福报。啊，我们企鹅效法。那老人家体会到信心危机了，他不止没有沮丧，他更积极的思维。那怎么化解危机呢？那得做实验啊！你把实验做成功了，人家才相信了啊！你现在讲理论，人家说那个都是理想，做不到。好，所以在故乡办学，老人家说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那诸位老师们啊，那刚刚我们讲了老人家在联合国的这一段故事啊，这一段公案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很有关系啊！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信心危机啊，所以做出榜样来比什么都重要啊！谁来做？这个时候可不能看看东看看西哦。好，孟子说：“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啊？”但是做榜样啊，也不能着急哦。欲速则不达哦。所以我们有啊，老师问到了啊，他的先生在国中教书，他都在办公室个人办公桌上播放啊传统文化的演讲啊，不断循环播放啊，一来自己听，二来同事及学生经过时可能听到一两句就能得受用啊。陈德先在这里随喜功德啊，我的福报比较不够，要常常修随喜功德啊，这样我才长得胖哦。啊，这个很可贵。啊，那现在的困扰是，在学校推广圣教，往往被当作传教。啊，送学生《了凡四训》原文书及白话翻译，被当作佛经，甚至校长都来关切，再三叮咛，不可以在校园内宣扬宗教思想。啊，诸位老师啊，我们老和尚啊，下功夫最深的经典华严经啊，华严经是世事无碍啊。那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啊，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哦，所以我们学无量寿经，我们也要世事无碍哦。啊，哦，那华严经最核心的普贤十愿啊，啊，整部华严经都是在诠释普贤行啊。哎，那我们礼敬诸佛，哎，现在的局面呢，也是诸佛啊。啊，我们总不能这个做法呢，啊，让校长跳起来了，哦，那这个可能就适得其反了。啊，我们要恒顺现在的行顺行事啊，恒顺众生。但是行事会不会变化？它会变呢。好，所以今天
校长来关切了，你不要一下子啊，好沮丧哦，哈，我要做好事，怎么都得不到认可。那这个时候还是要调心啊，人不知而不愠呢。事事是好事，校长来关切也是个缘分嘛。啊，他不来，你还没机会跟他交流呢。哎，你面对事情都很积极乐观，蛮重要的。啊，跟他充分沟通，在沟通过程，他的接受度我们了解了，因为我们也在表演五伦关系哦。哎，校长跟自己是君臣关系。啊，在这个中庸讲的啊，在下位不惑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你今天一个官员，你要去利益一方百姓啊，比方说我是市长啊，哎，结果我现在要利益这个市的人民，可是省长不认同我，你说我好做吗？就很难发挥了，但是不是去讨好哈，这个都不能解错了哈，哎，不要一下子让他，你的好意让他误解了，那这个我们就太着急了，顺势而为。其实有时候啊，是因为不了解，你慢慢有沟通了，甚至于是你的班级有变化了，他开始关注了，或者他那个担忧去掉了，误会化解了，所以做什么事啊，要循序渐进了。在东北有一个学校，吉林松花江中学，他们在07年就把《弟子规》啊引入学校，而他们学校这么认可啊，是从一个老师一个班级开始做的，全校几千个学生呢，站在操场上，校长是个有心人，特别关心学生，然后一看下去啊，就有一个班站得笔直笔直的，气质跟其他班都不一样。好，然后校长去巡视，走过这个班级，学生都专注在听课。走过其他的班级呢，都会有学生弯过来看，不够专心。他看到、感受到这些现象，就开始去了解。哦，原来班主任把传统文化《弟子规》啊，拿来指导学生的。校长有信心了。就从一个班呢开始推广开来了，所以首先呢，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人之初，性本善。假如他还是觉得了凡四训有宗教，那没关系。我们教诸子自家格言嘛，我们教《弟子规》小俄语嘛。然后把了凡四训的故事加进去就好了嘛。世事无碍，不一定要执着，一定要有这本经本我才能教。好。哦，那还有问到啊，现前的疫情啊，应当如何看待？刚刚跟大家交流了，从理上，佛陀所讲的经教不离心性两字，都是在指导我们舍妄归真的，放下妄心，提起真心，从事上呢，不出因果两个字，
所以我们从印光祖师的教导，我们掌握了重要的纲领。所以所发生的事啊，都不出因果。那为什么疫情会这么严重？跟杀业有关呢？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那现在因为疫情死去的人那么多，我们确实表达哀悼。而佛法讲，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是觉悟的人，他看事就不是看结果而已，他看到原因在哪才能化解。不然世间的人不看因，只在结果当中哀伤，那可能哀伤完了，没有灾难的时候他又开始纵欲了，结果更大的灾难又来了，解决不了了。那我们看到佛经里面就提到了，好像有把资料发给大家了，都有出处的哦。所以阿难尊者就起问了，为什么会有这些瘟疫啊？那就是我们对海里的众生呢，杀害的太严重了，他们的嗔恨心起来了，一定要报复啊！所以好像有不少疫情啊，是从动物传染开来的啊，甚至还有路上大型的动物啊，我们杀生了。哇，他们那个嗔恚心的力量更大。承德都有遇过，一个家里面呢，好多人生病，或者甚至啊，两三个亲人死了。后来去了解，杀害了很有灵性的动物，比方说狐狸啊，黄鼠狼啊，这些灵性很高的，他嗔恨心太重了，一直抓着那个报复的机会，所以不能伤害众生。我们台湾真实的例子，这报章杂志里都有有一个，有一对夫妻他们也供神，结果供神有一些吃的东西，发现鸡腿不见了，很生气呀，然后就故意再摆鸡腿，看看谁来了，结果一条母狗来了。那这条母狗是因为离开了自己的家，结果生了，好像生了七只小狗，那没东西吃啊，这个他也是母爱的光辉啊，就赶紧在附近啊找吃的，那他才能够去喂乳啊，不然他自己没营养了。结果这对夫妻一发现了，很生气啊。直接就把这只母狗扔进火炉里面去了。哇，那很悲惨的。接下来呢，七只小狗都死了。那后来啊，这一对夫妻呢，几个儿子相继出意外，他们自己也非常痛苦啊！我也是在拜神的人，怎么我会遇到这么不幸的事情？
后来好像是去请教玄天上帝。当然哦，也不要轻易乱问哦。纵使有机会遇到了，也要用自己的理智判断，他讲的有没有根据。这个不能迷信的哦。结果就告诉他了，你杀了很多生命啊，他们莫名其妙啊，你去看啊，哪一个桥下有七堆小狗的骨骸，你去看看，真的去看，真有啊。后来他们自己也就不抱怨了。所以我们伤害的生命啊，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啊。这个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那当然，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好好念佛，好好放生，好好修行啊，回向整个人类。让这些灾难早点过去。然后我们呢，好好教学生，让他们以后能弘扬圣教，才能化解整个地球的共业。所以我们面对灾情啊，我们也不要悲观，不要沮丧，我们化危机为转机，化悲愤为力量。任何境界都让我们提起菩提心，提起一分道义就对了。好，好，那跟大家一开始啊，是交流啊，我们师父上人对于一条龙因缘的一个指导。大家手上应该有这个资料啊，可以打开来。啊，老人家一开始就说到，办学是第一功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庭如是，一个社会如是，一个民族啊，亦如是。那我们要培养人才，那人才不是一天两天培养的，百年树人，所以要办一条龙学校，拯救世界的危机。那办一条龙学校，一条龙首先呢要搞团结，不是分散。家和万事兴，团结力量，不分彼此。所以老人家接着说了，哎，洪明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了。而且他们也非常无私，把他们的经验和盘托出告诉我们，我们要珍惜哦。承德自己啊，观察我们这一两代啊，就是成年以后才学传统文化的，要接受别人的经验，接受别人的劝呢，都不容易。要落实到《弟子规》这句“闻欲恐，闻过心”啊，都不容易。这是我的观察，不一定对哈，仅供大家参考啊。我们读这个《阿弥陀经》说，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
承德借这一句法语延伸一下，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接受别人的劝啊，接受别人的经验教训啊。所以福在受见啊，能接受提醒的人有福报了，少走弯路了。承德走这条路啊，刚好18年，没有太多啊成功的经验给大家，不过失败的经验倒不少啊。所以承德也很愿意啊，把这些供养给大家啊，大家别走我的弯路啊，这是我的责任啊。但是也很少会有人主动啊跟我们谈这些经验。所以见思烦恼很厉害啊，见惑，对自己的见很重啊，会下很多定论，从果推因推错了。从因推果推错了，就会造成障碍。而且有一点很重要啊，闻道有先后啊，术业有专攻啊。每一个领域，隔行如隔山呢。包含传统文化。他也有传统文化的这些模式经验体制内有体制内的操作传统文化也有传统文化的操作甚至于传统文化你要拿到企业去，你也不能生搬硬套啊。所以术业有专攻满招损啊，谦受益不能说我哪里有经验我就要用什么方法而且一个人能接受别人劝，所有人的智慧跟经验都被带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共同依止老法师的经教嘛，一探讨了每一件事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所以老人家这里提到了可以请他们来协助那我们很欢喜我们悟道法师有带领团队来跟我们弘忍请教他们也要办学那我们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了，这些经验都很宝贵好那师父有讲了从幼儿园呢大班到高中毕业那高中毕业以后呢欢迎到英国汉学院我们分工不同我们负责最后这一段老师上说所有的供养全部拿来做这个事业这个事业做成功了大家功德圆满但是这里我们要小心一点哦。老和尚福报很大所以净宗学会不缺钱啊。可是不缺钱对我们的挑战就是不够珍惜十方供养。有一些道长
连买米的钱呢、啊、都很勉强啊。哦，他一分一毫就很珍惜啊。所以在顺境啊，比逆境还难修。逆境警觉性很高，哎呦，挑战来了。顺境呢，是福报，不知不觉变成应该的了。这个在我们这一两代人表现的很明显。从小没吃过苦，没干过农活，出生了他要吃什么你就买给他吃了，他觉得都是应该的。突然有一天父母不顺他的意了，哇，很生气啊，甚至打父母打爷爷奶奶都有啊。那这个就是爱之不以道了，把他宠坏了。所以顺境教孩子比逆境教难，要教出他的感恩心哦。所以佛门呢，吃饭也是在修行啊，食存五官呐。每一天吃饭，告诉同学们，你今天吃的有几个行业在为你服务啊？你一天超过100个行业在服务你啊。孩子们一听，有这么夸张吗？大家一想，当你要洗把脸呢，第一个镜子有镜子公司啊，自来水有自来水公司啊，你洗脸要有毛巾啊。你刷个牙，牙膏有公司啊，牙刷啊有公司啊。还用个牙线呢、是吧？你看，光是一个厕所里面，你每天使用的几个行业呢？这才第一个一天刚开始的场景啊！你再继续三餐吃下来，那多着喽。一日之所需啊，百工是为备啊。人能知道啊，感恩别人的付出啊，他绝对不会瞧不起人，他会尊重人。我们现在有钱的人为什么不尊重别人？我有钱呢，你就应该帮我干呢。这样的心态啊，不是别人可怜的，他也很可怜。他一生都不会快乐了，都活在傲慢当中。人怎么快乐？学而时习之啊！真正落实，用仁爱的心，用真心，这种快乐从内心出来的。现在的人误会了，觉得快乐从哪里来？从外面来的，那叫刺激呀、而且刺激会有副作用哦，乐极生悲呀、你看很喜欢，哎呀，一有烦恼就去大吃大喝了，那铁定他慢性病啊会提早到了，所以那样的乐啊都有副作用了。所以孩子每天呢，面对那么多人事物，他的心态对不对，我都要观察到，通通是我们的机会教育点。可是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感恩心，不可能这样去指导学生的。所以当老师最重要的，提升自己的心境，提升自己的德行、学问、能力，一有机会你就可以扶持到学生了。
我们看了不少团体，现在好多团体啊，经济困难，老和尚的团体啊，不缺钱的。哎，从果推因，为什么？老人家心量大，通通都是布施啊，所有的法宝布施啊，啊，光是《四库全书》就印了112套啊，《四库会要》330多套啊，越施越多，表演给我们看了，甚至于把财布施到自在啊，展现出来了。为什么说自在？不需要钱的时候啊，一毛都没有。啊，为什么？你放了几块钱、几毛钱在身上，当当当当，啊，挺吵的，还有点负担呢，会不会掉出去了？哎，一毛都没有。哎，你需要多少，它就来多少。哎，这个自在了。哎，你说他银行里没钱呢、啊？啊，要相信佛菩萨的银行。哦，你越施，他因缘成熟，他就回来了。但回来你要更施啊，所以要舍，舍了就会得，得了再舍，越舍越多。哎，可是我们处在老人家的团体里面呢、啊。那我们得要注意了哦，啊，老人家福报大，可是我们要惜福，啊，不止我们的财用宽裕，连人力都不缺啊，哎，很多人来做义工，可是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挑战。这义工啊，是因为老和尚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做的。让他们欢喜，他们很愿意来啊。假如我们对待人家，啊，没有用六合敬，啊，没有温良恭俭让，啊，让人家不愿意来了，把人家的法缘都障碍了，这个业就很重了。甚至于障碍人家的，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啊，你不做义工。有的是人做啊，想老和尚的福报，但是我们没有反省了，所以顺境很容易堕落啊，福报很容易堕落啊，啊，顺境淘汰人呢，逆境磨练人。我也面对不少团体的负责人，我都跟他们共勉了，一定要把这么多年走过的路好好的沉静下来反思，因为我们没有反省清楚，我们以后还会犯这些错。我们为什么会犯？强者先前，我们本来做人做事的习惯就是这样啊，没有检讨到了，依然故我会这样。那我们反省到了，警觉性才提得起来啊。再来，我们反思，哇，离开的人不少啊，传统化的团体正法弘扬正法的地方，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都像朝圣一样啊，怎么后来会有那么多人离开啊？或多或少有我们主事者的责任呢，有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人的责任呢。我们有没有一种勇气去问清楚人家为什么离开？
但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改善呢、啊。所以一个团体自家没有秘密，不能粉饰太平了。粉饰太平的朝代一定是慢慢没落的，要开诚布公。领导者要经营一个氛围啊，每一个团队里的人要跟他讲话没有负担。假如大家都很怕跟我这个领导人讲话，那这个团体已经生病了。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没有面子的问题吧。在弘法的团体里面顾及面子啊，那造三恶道的业了。那变人情做佛事了。我们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只要我们都是公心了，就真诚了。大家都是交心的了。这里面没有牵扯到个人的得失吧？那怎么不能交心呢？怎么不能沟通呢？那我们看到确实是经一事长一智，而且啊，老和尚每一句话都有人生的道理在里面。老和尚以前都印书啊，为什么现在全部拿来支持办学啊？法有没有定法？现在书很多了，不缺了，谁来讲解啊？要把弘道的人培养出来了。所以我们学师父也不能学死了，师父都印书，我现在也都印书，结果印到人家都把法宝拿去扔掉了，那我们也有过失啊。这个做事就有执着点了。但是大家不要回去啊，跟人家说承德法师说不用印书不用印经哦。我什么都没说哦。你们也什么都没听。好、说不定刚好有一本没人印的啊，那现在很需要，当然还是要印咯。那我们记住啊，老祖宗教导我们。任何事情啊，到手上怎么做怎么解决，教学为先。你得教他做他才会做，你不教他他不会做。真的是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所以真明白这两句话了，不苛责于人。他没学过嘛、可能我们下一个念头又起来，他学二十年了呢。其实我们那个见人过的心呢，很容易预言就起现行了。其实啊，学二十年学不好的人，比没学的人还惨呢。我们更应该要帮助他，因为他陷到一个洞里面去了。我们更要表好好把他拉出来吧。干嘛跟他生气呢？干嘛见他过呢？所以无量寿经说，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呀、我们把这一句话要落实了。纯是利益学生的心啊，纯是利益他人的心，没其他的想法。所以看破世间呢、有什么好争啊，有什么好夺的，通通带不走。最重要的爱人就是爱自己呀、
一切众生呢，都是我的真心所变现的，整个宇宙是我一念心变的，跟我都同体呀，啊，所以同体大悲呀，哎，这些道理啊，不容易闻到啊，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都听过了，啊，那铁定啊，要拿来落实，不然这么大的福报就被自己糟蹋掉了，啊，别人闻不到，他还不会这样用心，我们知道了，啊，于诸众生示落自己。那老人家说了，所以最懂得教学的啊，中国人啊，老祖宗啊实在了不起啊，五千年在这块地区没有大灾难啊，没有像毁灭性乱世，没有这种现象，这是什么？教育的功德啊，把人都教好了。所以你仔细观察中国过去私塾，我们看这个圣学根是根，这是什么？幼儿园教材，大班小班，连到的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前半段、后半段就脱离了，教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部分呢，最重要的教做人啊。其实我当时候念小儿语第一句话很震撼的，第一句话，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时差久错只会慌张。我从小啊就比较着急，所以着急的人伤胃，就吃不胖了。哎，这个都有连带关系的。那为什么这些经典可以教出小大人？从这一第一句啊就看得出来了。接着老人家慈悲啊，说到了，你在六道里面这一次得人生，到人道来，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学生呢，马上提起来，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正法难闻，再来啊，中土难生啊，要做中华儿女啊，全世界最大的福报，因为全世界只剩这么一个五千年的文明传下来，其他古文明都没了，我们要借鉴几千年的智慧，没机会了，身为炎黄子孙，中华儿女有这个机会啊，这么难得啊，他做中华儿女啊，我们要把他教的像一个人啊，不能有贪嗔痴啊，贪嗔痴慢是畜生恶鬼地狱了，他的人格就失掉了。所以我们想一想，他的祖宗看着他，哇，他好不容易得人生闻佛法，我们不把做人教给他，那我们就对他的父母跟祖先呢，不好意思了，我们辜负了他得人生的机会了。所以老人家讲这个话，慈悲啊，怜悯啊。
一定要教做人啊，不然他的人生会失掉啊。啊，老人家接着说了，我估计啊，我这个收入办这个学校啊，能办得起来。啊，外国的收入在外国，啊，那边展开宗教团结，对欧洲宗教团结，对东方儒释道，啊，儒释道三教都要复兴起来。啊，我们把中国老祖宗教学的这个概念介绍给大家。啊，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教伦理教育？啊，幼儿园、小学是伦理教育。啊，伦理是什么？是让你深深认知你跟父母的关系，你跟你祖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啊，我们这一个家族每年祭祖，家族的团结，家族的关怀，家族把个人都照顾到，这个制度好啊！啊，我们老祖宗重视家族观念呢，大家都懂得认祖归宗，慎终追远。那就明德归厚了。啊，陈德读这一段文下来，首先我们要学到老和尚的心量，因为我们现在要跟老人家同台演出啊，一条龙是他老人家尽全力在鼓吹跟落实的理念呢。因为老人家深知信心危机，办教育一定办出成果来，才能给全世界的人信心。哦，所以很多贵宾到鸿明去参观，给他们很大的信心呢。所以这个机缘呢，不容易啊。啊，陈德去年跟我们好几位同学说啊，等疫情过去了，啊，我带你们到法国巴黎去拜访一位汉学家，啊，汪德曼先生，93岁，哦，94岁了，结果前几天看到啊。他老人家走了，可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为什么我们很想去找他呢？第一个，他是汉学家，他一生都在研究中华文化；第二个，他是法国人啊，要在法国办一条龙，那他是最重要的指导老师啊，你今天要做一条龙，不是把中国所有的做法，然后砰就放在法国办得成吗？人家以为你是不是来洗脑的？我们是要把一条龙的理念能够让每一个民族都受用啊！啊，但是你看机缘。啊，但是我们不沮丧哦，也不难过，佛菩萨会安排哦，只是提醒我们，法国应该不止这一位汉学家而已。啊，我们这个真心不变了啊，说不定过几天啊就接到电话，哎呦，哪一位汉学家也很了不起啊，我们再去拜访啊，我们有信心啊。佛菩萨会变现一个出来，只要我们是真心想利益这一个国度啊，因为教学的理念不对，也是培养不出人的。
啊，所以陈洪谟先生五种仪规开头那话讲得很重啊，他不是讲国家的，他天下有真教术，师有真人才，所以你没有真正正确的方法，教不出人才的。啊，教术之端，自吕相始。教学的方法理念在哪？在巷子里面的私塾啊。啊，人才之成，自儿童始。人才怎么出来的？从小教，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好，所以《礼记学记》里面说：“敬于未发之谓育啊。”所以孩子从小就学这些伦理道德，他邪念邪思没有出来啊。承德自己是成年才学的，就感觉到那个辛苦了啊。二十多年前染污啊。啊，要去掉这些东西啊！哦，那不是短时间的哦，很累人的哦。要去掉一个习气啊，比方说一个贪心或者一个嗔恨心，下了十几年功夫啊，还没有扶住啊。但是孩子假如从小他就学，他从来没有自私的念头。那这个孩子在菩提道上不是平步青云吗？就不用像我这么累了。但是那是掌握了时机了。哦，那可能有人听到这里啊，我儿子都大了，我孙子也大了，任何事情都要积极去面对它。我可以把这个惨痛的经验呢，去供养给别人，哦，而且你很真诚去供养人呢，你们家有大福，可能你的儿子跟孙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也跟着转了，哦。啊，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看到师父的慈悲，看到师父的智慧。刚刚这一段话，就看到了全世界问题的根源，因为根源在人心，人心就是因为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他才会偏掉啊！所以东方忽略了儒释道的教育，西方忽略了宗教的教育，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看到师父说的，哎，把宗教团结做起来，啊，外国的收入用在外国，都是为天下着想。那我们读到这里，他要认知啊，他跟父母的关系啊，祖父母的关系啊，这就告诉我们，教育什么最重要？孝道，夫孝德之本也啊。我们也接触不同国家地区的教育，看那些教纲，教育纲要，洋洋洒洒不少内容啊。可是我们冷静去观察，没有讲到孝道啊，直接就跳哇，人与人要和谐啊，那没基础了啊。这个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啊。
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背礼呀。啊，你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教育，只要没有孝道，这个国家的教育是没有根的，他不可能教出太多的栋梁人才。而且进一步再思维，忠诚出于孝子之门，这个是不能变的。好，所以要教伦理啊，要教孝道啊，要缅怀祖先啊，感谢祖先啊。啊，这老法师把祭祖啊推到联合国去了，啊，陈德非常感动啊。150年前，英国、法国用大炮轰我们了。150年之后，老人家用我们5000年最高度的智慧、孝道跟师道、祭孔跟祭祖，供养英国、法国。啊，在英国办了好几届祭祖，还有祭孔啊。啊，后来因为疫情了，所以啊，陈德自己是觉得能跟着老法师干了，啊，好气了。老人家看得深看得远啊，我们虽然没有这个智慧，诶，但是肯跟着干嘛，诶，但是慢慢干也要慢慢看得懂啊，不能还是继续稀里糊涂的啊，边看边观察，边看边沉淀，边看边反省，诶，增长人生的智慧阅历了。好，那上学啊，老师就教他这些伦理道德，所以老师的恩德大，一生不能忘记，所以对老师恭敬，恭敬就是孝顺，孝顺就是恭敬，名称不一样，这个心境啊，事实是一样的，所以无量寿经说，当孝于佛啊，啊，常念师恩啊，父母给我们生命啊，老师给我们慧命啊，这个恩德是平等的啊，师徒如父子啊，哎，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出来了，那我们是要传承孔夫子的师道哦，啊，诸位老师，我们跟孔子是同行嘞，好，我们与有荣焉哈，我们跟至圣先师是同行的哈，好，那当然我们也不能丢他老人家的脸。你看他说，啊，他提到，于四回有子也。啊，他把颜回，他把他的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师徒如父子啊，是有出处的哦。好，那这个能不能变呢？不能变啊，这是伦理纲常啊。哦，那可能我讲到这里啊，啊，有老师就说了，不对啊，老法师说啊，现在没有师生关系，只有朋友关系啊。啊，要依义不依语哈，哦，不能着在这个文字向上了。意思是提醒我们了，现在的人没有基础了。啊，你不能一下要求太高了。哎，师徒如父子呢，我像你父亲一样啊，明天没人来了，被你吓跑了。啊，
哎，他现在能听你讲话不错了，就先当朋友吧。啊，等他开窍一点了，啊，把你当哥哥，哦，把你当兄，这个长辈啊，然后再提升嘛。啊，总不能苛求于人嘛。啊，所以当老师，我们的心地功夫啊，首先老法师说的，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其实就是你不要去要求啊，要求就会自己生烦恼，那自己都生烦恼了，别人呢也会生烦恼。啊，人一要求啊，就显得强势了。哦，所以护好这个心呢，重要。所以，假如是从小教啊，啊，教十几年呢，那个个都是圣贤君子，哪里有坏人呢？啊，坏人从哪里来的？你没有教他。他学坏了，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网络电视啊，把这代人害死了啊。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喜欢的人很多，全都错了。好，那我们听到这一段，首先呢，现在的人外在的挑战很大。也要怜悯啊！啊，再来当老师的人不能常常玩手机啊！啊，这会给孩子不好的影响了。再来要会用手机啊，我看这个是必教科目了。啊，要用手机哦，不要被手机给用了啊！啊，我那一天收到一个短讯。说从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啊，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啊，一机在手，啊，天长地久啊，啊，除了睡觉了都不肯离开他，啊，一机不在手啊，魂都没有了，哇！所以你看人呢，被这个手机烤成什么样子？这个魔王太厉害了啊、哦！但有佛法就有办法，手机也是佛法啊！啊，心用对了，不用花钱就有一个 secretary 啊，就有秘书了啊，而且还可以帮你找资料，是吧？啊，这个都要教啊。那我们搞一条龙学校，一条龙学校才能成就人才。小学啊，圣学根之根；中学四书五经十三经；大学群书治要。啊，这差不多啊，是这些教学内容啊，但每一个地区啊都不一样。这个不是死的，那大原则是这样。小学学做人，中学学做事，大学学为政，懂得怎么治家，懂得怎么带领团体，甚至怎么影响国家社会。啊，这里面呢都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总的来说啊，就是圣贤教育。啊，然后你才晓得，啊，做中国人，啊，做炎黄子孙呢、啊，多么光荣，啊，光彩。啊，中国人是来救世界的，炎黄子孙是来救世界的。啊，是来挽救社会的，啊，不是来害人的，啊，
用什么手段呢？教育。哎，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头皮有没有发麻？有没有人突然想起来，我当初为什么来投胎的？啊、哦，而且还投了当老祖宗的儿女啊，是吗？哦，印光祖师有一段话。不知道跟大家分享过没有，对不起，我现在有时候频率啊切换会忘了是在哪一次的频道啊。印光祖师说，念佛之人必须啊世世长存忠恕，心心提防过谦，有过必改，见义必为，方与佛合。如是之人决定往生。我们一看到祖师讲决定往生，哇，眼睛马上瞪，耳朵竖起来了。跟我们净土宗的人沟通啊，首先要搬出来跟往生有关，他就会听了。跟往生无关，他没啥兴趣。哦，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绝难感通哦。哦，这句话很重要哦。哎，这一段话跟大家交流过吗？没有啦，哦，好，那我的判断是没有错哈。我怕我记错了啊！世事长存忠恕，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其实只要我们的心不是忠恕，就是用妄心了，就是用轮回心了。轮回心就造轮回业了，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往生的。这是老法师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开头就说了啊，学佛是学佛的存心，佛的用心啊，念佛大家都会念，都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有些人能往生，有些人不能往生，原因到底在哪里？原因在你有没有把佛的根找到。佛的根就是菩提心啊，心去做佛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啊，所以师父讲到这里 啊，你用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都是轮回业了，怎么往生？所以我们走的每一步要跟西方极乐世界方向一样啊，越走越近啊。而三倍往生第24品上中下都有8个字，也是这整部经最重要的中要，就是最重要要落实的教诲，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印光祖师这段话就是教我们怎么样才是用菩提心。中庸说的忠恕为道不远啊，道就是真心呢，常常存忠恕了，跟真心越来越相应了。宽以待人，学生行为不好，他成长缺爱，不苛责于他，这就恕道了。言语律己，
可能我的心境、方式、方法还有提升的空间，叫严以律己的。心心要提防过前，我们得要看我们的心念有没有偏掉，就是我们今天在跟大家探讨的，用真心，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跟这五行不相应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赶快转过来，因为这一念差太多了，这一念是真，感诸佛如来龙天护法加持，这一念是贪嗔痴，可能恶鬼罗刹都来干扰了。所以心心提防过前，知过必改。所以扎三根很重要啊。太上感应篇说：“知过不改，知善不为。”那每天业障就更重了。随缘消旧业哦，不再造新殃了。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每天还在造业了。最后啊，见义必为哦。所以这一句话就让我们联系到师父讲的了。中国人是来救世界的，不能见死不救啊，不然我们就没有见义必为了。要有这种心呢，方与佛合，跟佛的心相应了。这样的处事态度啊，来念这一句佛不一样了。这一句佛号里面有勇于改过啊，忏悔业障啊。这一句佛号里面有慈悲啊，利益大众啊，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如是之人决定往生。这样存心的人呢，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处事待人接物是功德，正住双修，念佛是正修，处事待人接物、住修都是功德，所以决定往生。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跟佛心就背道而驰。就跟轮回心相应了，那这样绝难感通了，就不能往生了。能感通啊，那佛菩萨随时借我们的身体啊，在利益众生。所以承德记得应该差不多20年前。老法师讲《华严经》的时候说了，哎，哪一个年轻人愿意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啊？好，那老人家说了，哎，我记得我以前呢写了一张十几个教学为先，找出来也印像这样，就是把老人家这个墨宝可以印出来，提醒我们真的是教学为先呢，安身立命教学为先，创业齐家教学为先，我们现在听这个话，我们自己得先受用哦，我们自己得起家哦，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好了，不然我们给别人讲这个话也没力道了。
教学的摄受力来自于自己的实修，来自于解行相应，不然不止没有摄受力哦，流弊很大，人家反感不认同，我们说的越多反而人家越批评。所以正己才能化人。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义之邦教学为先，稳定和谐教学为先。所以佛陀的团体啊，讲经一天都没有断哦。哦，那可能大家一听烦恼来了，我们现在工作整天排得满满的。哦，我记得去过几个净宗道场他们吃饭时间呢都听经。一进斋堂就可以熏习了。所以方法总比困难多。哪怕在学校里面没有这个时间。回家只要我们领导人带头听经，这风气还是可以带起来的。那当然已经很辛苦大家每个礼拜还得腾出四个小时，哇，四个小时对现在的人来讲不得了。来听陈德啰嗦几句这个都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也听到同修有讲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一心得要多用因为有一位老师提出来，我感觉他的文学造诣蛮高的他一开始就引了我们宋朝慧开禅师的一首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接着他提出来，一心多用的现代人如何努力学习才能有这样的清明自在的心境境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我们今天一起交流的跟这个有没有关？很有关的老法师说的，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真心首先要一心，不要多用。你在家里你就要专注在家里你跟哪个同学沟通你就要专注跟这个同学沟通你不能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还在瞄其他的同学那这样不专心也会变成习惯了我们很专注，我们很真诚在每一个当下所以这样的境界怎么入呢？安住当下，用正心。跟我们刚刚探讨的其实都很有关系夏莲居老居士说的阔然而大公，就我们随时都是大公无私物来而顺应，静来不惧哪个同学找我们很欢喜
啊，你不能说又来了，啊，那这样就不自在了啊，啊，进来不拒，进去不留。哎，每一个同学来了，啊，没有看到他的坏习惯，看到他的佛性，啊，见性不着相，啊，礼敬他。他的优点称赞他，说他的优点很少啊，总有吧。慢慢称赞了，会起连锁反应的。哎，他的好在增长，他的不好就消下去了嘛。然后在境界当中啊，不能随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不能有得失在其中，更不要有是非人我。所以好像跟大家交流过，功声名，诚声名，从容声名，处理事啊也要从容不迫，不要事还没来自己已经很紧张了，要沉稳才行了。我们也不要自己吓自己。所以一个军队啊，首先主帅要稳住啊，自己就是主帅了。你稳住了，这个班级就稳了。你稳住了，你们家就稳了。不要自己又想，哇，事情好多，还没有来了，我们就担忧害怕了。其实你真的事情很多啊，你只要一件一件从容去应对，你又没有私心，人家看你这么付出啊，心里感动啊，会体恤你的。你不要自己在那里想，哎呀，那么多事，怎么大家都找我啊？都自己想的，承德自己的感受啊，我事情很多啊。我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啊，可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每个人对我都挺好的，都很体恤我，哎呀，法师很忙啊，真的，你没有私心，很真诚啊，所赶来的大家互相体谅啊，不要自己吓自己了。那这一位老师又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了不可得。那怎么做才能看破放下，但在工作中却认真积极呢？其实还是用真心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哪个人哪件事，我们马上生起烦恼，生起分别执着啊。我们要因无所住啊。他跟我有缘呢，孩子问我一个问题了，而生其心呢。我不能对这个孩子戴着有色眼镜啊，因无所住啊。缘到了，我很认真对待他。可是我认真完了，他离开我了，我佛号提起来了。我不会再想我跟他讲那么多了，他听不听啊？又不听我的，我是不是白讲了？你看，又想一堆了。所以把我们的念头护好啊，怎么护？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念熟了，妄想就少了。往往你念着佛念着佛，人家来找你的，你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啊，
哎，人家来找你，你很欢喜跟他交流了。但是你可不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学生来找你了，又来吵我了，真是冤亲债主。那我们就念出执着了，自己贪自己的，哎呀，这个法喜了啊，贪自己念佛的清安了，这样又出现执着点了。啊，在家庭也是这样哦，你念佛念得很清净了，啊，你先生说太太呀，我肚子饿了，冤亲债主来了，啊，那不对了哈，你说啊，念佛欢喜，煮饭也欢喜。啊，我要去修普贤行，供养我先生这尊佛。哦，那你煮饭的功德就很大了。啊，所以善用其心啊，则能成就殊胜功德。好，好，那今天呢，时间到了，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